常换掌式是从招式变换到母掌，可是你从母掌变换到招式的时候，通常不用换掌式，你就要从母掌变到招式。看不懂？那你刚才在琢磨的狮子张口，在这边是不是这样子？那狮子张口，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就是朝打，所以你这边的力要怎么接？你是走那个狮子张口啊？你们在变换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步，步也是变换的方式之一。你的步，你看啊，你的线，你的线在哪里？你的线是这个线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个线，你看我狮子张口就是，我狮子张口这样子，好，我要往那打，调打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看，让一步，他就到这边来，看没懂？所以你在这边让这一步。你就可以变成，看不懂？你刚才的白猿献果也是一样，看不懂？你从圈到线嘛，你在变换的时候，我到这边的时候，让一步就到线，线上来了嘛？我让这一步，我就把这个力量转换成这个，就回到套路上，看不懂？白猿献果也是一样，你白猿献果也是要回到调档，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你怎么转？啊，还是一样啊，跟这个是一样的、啊，最简单的方式嘛。你白猿献果也是这个式嘛，是不是？你白猿献果也是这个式，我要回到调档。让一步，它是出来。好，这么懂？招式之外，要记得步也是变化的方式之一。好。